Hello，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2023年的5月20号，520好日子，欢迎大家回到现实人生，回到现实世界。节目开始之前呢，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那么最近也是要提醒大家呢，这个诈骗呢非常非常厉害，万般皆诈骗啊！不要问什么，通通来找上你就是诈骗啊！没有人呢派钱给你的啊，会找你的，不论什么都是诈骗啊！啊，现在有多夸张，知道吗？啊，那个马华工会呢，啊，在卖那个股票的课程哦。哎呀，当然是诈骗啦！他用那个马华工会的那个 logo，知道吗？啊，然后那个报纸的 logo 呢，给人家用到，人家以为啊，《东方日报》吗？媒体吗？报纸吗？按进去几万块不见掉啊，诈骗啊！然后人家以为他是什么 YB 什么议员呢？按进去又是几万块不见掉。啊，所以最近呢非常非常厉害。那么为什么马来西亚的诈骗呢这么厉害，知道吗？为什么诈骗的风气呢这么夸张，知道吗？因为呢上梁不正下梁歪啊，上面的人呢就是搞诈骗的啊，这些政客呢，这些前首相呢，这些政治家，这些政棍呢，他们本身就是诈骗啊。今天你叫我 conclude 他们呢，我一句话，你们就是诈骗犯，你们就是骗人的啊。好了。那么今天要讲什么呢？就是呢，我今天真的是看到很生气，知道吗？啊，就是那个钉钉啊，钉钉呢支持老马的马来人宣言啊，我之前讲过了，是不是？啊，如果假如钉钉呢又支持老马，关掉了啦，转台了啦，不要看了啦，啊，是不是？啊，是不是？哎，钉钉跟老马发生什么事情，你们还记得吗？喜来登政变。喜来登政变之后呢，丁丁抢了老马的首相的位置，然后把老马呢一脚啊踢出那个土团党啊，那是九十五岁老马老 Coco 啊，还要给那个丁丁一个大脚踢出去啊啊，两个人啊深仇大恨，血海深仇啊，对，我们写故事写剧本呢都这样讲的，但深仇大恨不共戴天之仇啊，老马跟丁丁啊，好了，现在可以合作啊，他还不敢这么快合作啦啊。他真的做下去就是被人家骂了啊！不是我一个骂，不是我一个不能接受啊！人家好莱坞的那个编剧呢，好莱坞的剧本呢都不敢这样写哦啊！他们敢这样子做，真的是关掉转台不看了啊，啊！好了，现在他讲说，那、啊、他支持他本人支持老马的马来人宣言，然后呢，你们土团党的党员呢？也可以支持呢，马来人宣言。要知道，老马是被你们土团党开除出去的那个前创办人啊，是被你们土团党踢出去的人啊。现在你叫土团党的人啊，去支持老马，你的原则在哪里？你的尊严在哪里啊？其实丁丁就是这样子的，在丁丁做首相的那几年呢，就是这样子的。哇，他反反复复的，知道吗？他讲的东西呢，通通没有兑现的，知道吗？讲的很好啊啊，No one got left behind 啊，每一个人都有到最后呢，你有没有拿到？你有没有得到？有咯，拿自己的 EPF 咯，拿自己的钱咯啊啊，政府帮到你啊，是不是？他所以呢，你看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人家就看到那他们也是这样子吗？啊，这样子我们做诈骗有什么错？啊，是不是？啊，然后呢，人民呢也习惯，知道吗？这些政棍、这些政客呢，每一次讲话不一样，每一次立场不一样，每一次这样反来反去呢，人民也可以接受哦。所以怪不得那些诈骗犯这么好骗钱呐、啊！我都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好骗的。他一个电话，一个假的 page，一个什么？哎呦，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他看你一眼也被骗几万块，为什么这样容易骗钱呢？哎、啊、呀！看这些政客就知道咯，啊，他们骗损票啊，几容易骗呐、啊！所以马来西亚人呢，哎呀，还真的是有待加强呐、啊！好，我们看新闻。那么各位观众朋友，这个我的底线被打破，知道吗？啊，其实呢，你们讲说那个火箭跟物统合作组成团结政府，其实我很早就知道他们会合作了。大选之前我都讲很多次了，只是很多人不接受，因为这个是趋势来的。啊，因为这个是一个 trend 啊，他们是肯定会合作的。但是这个钉钉这样做呢，完全是超越我的底线呐、啊，完全我不能够接受。你叫我写剧本、写故事，我也写不出这个东西啊啊！你看呐、啊，
但是现在呢，你看，他跟老马呢这样的那个东西呀，他把他这样子对付老马，这样子搞老马，哎呦，现在可以合作哦，现在支持了，支持下一步就合作了。那已经开绿灯了，其他土团党的领袖呢也可以支持马来人宣言哦，这样子你土团党的尊严去了哪里？这样子，你土团党算什么东西？我本来呢，我有一点尊重土团党，知道吗？我还是相当尊重一下的啊。虽然你们反对党，虽然我们政治立场不同，但是我有一个 respect 在那边的，知道吗？现在你叫我怎样 respect，怎样尊重？你基本的 respect，基本的尊重，你都在我心中破灭。我很伤心，知道吗？看到这个东西，我也接受不到你打破了我的底线了。你看，我已经是。我已经是一个很开放的，我很 very open 的，你把我的底线都打破了啊！然后呢，他也是现在没有课题讲哦，又是这些老到不能够老的，这整天都讲这个东西，就是火箭的错咯，就是火箭的错咯。所以那些我跟你讲的那些相信钉钉这些讲话的人呢，所以现在诈骗集团很容易的，他就去看咯，你们会相信这些政客，那么我就有办法骗到你的钱。你们能够给政客骗的人呢，我就有办法骗你们的钱啊！这个是诈骗集团里面的铁律，所以他最近找这个凯里加入土团党。我跟你讲，凯里不敢加入啊！凯里很清楚丁丁是什么啊，他不会加入一个如此前途暗淡的党。他加入呢，就会有一个目的，就是他要干掉丁丁啊！我不认为凯里读这么多书呢，他会做这样的事情啊。OK，好，昨天呢，给大家一个意见调查，大家想不想听这个课题呢？那么大家给了我一个意见了，所以看到大家的投票，那么也看到一些年纪比较大的那些观众讲，哎呀，能工咯，一能黄样一大爷来，一能马来又一能黄样一大爷，一能家可乱家可工你耐工耐工能工能工，这大爷官能懂得能工。东人能工，一人榜样大爷，一人一再一能给乱，哎，真的是乱了，知道吗？真的那个昨天几十个人在那个回教堂那边大乱真的你看所以我就讲了嘛，这个东西呢，因为他们是不理智，完全失去理智。他当然，因为我想讲，因为我看见安华也很生气，知道吗？安华昨天骂人是骂得很够力啊，他其实讲呢，全部那个钉钉呢。拿这个神呢，拿来消费，知道吗？丁丁呢，试图呢，用这个神呢，拿来煽动人民，知道吗？这个安华呢，很生气啊！哎，你做政治啊，你做什么啊？你可以不可以放过神啊？我一句话，你可以不可以放过神啊？是不是？所以安华他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生气啊！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点其他的新闻好了。安华的电影上了嘛？第一天就打破100万的票房了，因为这个档期不对，知道吗？他会面对那个《速度与激情》Fast and Furious 跟那个《Guardian of Galaxy》那个漫威的电影两个夹攻，还是第一天就破100万可能这个电影出来呢，现在两个人中了这个案子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 follow 他有一个前部长呢，还有一个当时力呢。两个人呢涉嫌23亿元呢，然后这个23亿元呢导致呢上个世纪就是90年代呢马来西亚马币贬值。你看之前呢马来西亚跟新加坡钱差不多一样的哦，就是那时候开始呢跌到现在这样子哦，那时候开始一路往下跌哦，所以这个案子呢他已经开档调查了所以回应一下那个昨天的课题呢。这个 FF9 的车牌呢是被这个年轻的这个女生呢买下来。他非常非常高调的去买他有他的目的所以跟你讲的世界改变了大家知道这他是干什么行业的吗？所以人家现在00后呢不读书呢，00后呢不念大学呢，00后也不打工呢，就是因为呢，你看这个00后100万呢买下那个9号的车牌他们是有实力的，知道吗？因为我认识他们的 supplier 当然不是他啦，另外一组的他的那个 supplier 那个大豆跟我讲啦，哇，老伟，他们这群年轻人order 那个货因为他做工厂的嘛，他做产品给他们的嘛，哇，老伟一个订单来300千，三百千，等下过2天又来一单300千，
过两天又来一单300千，所以呢，你看他们生意多好啊！他这个用900千100万呢买一个车牌呢，对他来讲呢，完全不是一回事，好像去巴刹拿着菜篮就这样子，在那个里面100万就跟他买了。那么他选择高调是目的，因为他就是这样子让人家看呢，很多人会 follow 他，很多人会追随他嘛，所以这个是给大家看到的那个年轻人的那个世界。所以呢，在这个年代呢，大家要去 accept，you have to accept a new thing，你必须去学习新的模式啊。然后那个女孩子呢，不偷不抢啊，不黑不黄啊，不红啊，还什么啊？她不是金汤匙，不是银汤匙，什么都不是啊。就是因为他们做00后的新生意，新的模式，新的生意啊，而且是合法的啊，而且是有交税的啊，而且全部是有还了，什么 GST 什么鬼的，全部有还了，全部是正当生意来的啊。但是他们就是这样子，他就是标那个车牌上去，你闭嘴啊，有没有办法啊？他那个车牌我买不起，这个我老实跟大家讲啊，导致我现在呢，我要再去想呢，要去买车牌了咯啊。看到这个小女孩这样子啊，是不是？哎呦，我们不冲一点呢也不可以啊，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就要抛弃这些老人嘛、老模式嘛、这些老的政客嘛啊。所以不能够进步呢，因为这个老的这几个样的咯，火箭，你看他又来了，火箭错咯啊，然后那个新加坡错咯，现在呀，神错咯啊，哎呦，你可以教人家怎样标，用100万来标车牌嘛？你们可以教人民这个东西嘛？你们可以让人民有能力嘛？还在那边呢，整天什么啊？新加坡错，犹太人错。啊，火箭错，华人错，阿拉嘛，怎样进步？是不是？所以大家勇敢抛弃啊，勇敢抛弃这些老的政客啊！你看立场呢，根本没有立场了啊！讲他讲跟老马什么血海深仇，现在又好了啊！真的是关掉转台不看了啊！真的是啊，这个太过分了，这种我们写剧情也写不出来呀、啊！真的是太过分了，这个丁丁是不是？啊，还好呢，丁丁没有做首相，知道吗？只要丁丁在做首相呢。啊，你们就知道呢，会有多惨了、啊。他天天不一样的、啊，天天改变呐、啊，啊，天天这样子啊，这个呢，所以人家那些专家讲一句话呢，阿兹海默症前期。好了那么看到丁丁这样的立场呢，欢迎大家留言讨论，那么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频道，我们下回见。